你好，我是 Sina， 我现在在澳洲 Adelaide 做希望博物馆展览，在这间叫做 bliss organic cafe 那里做。展览仲有展示一啲我基于展品内容创作出嚟嘅手偶、物件同埋图画，用嚟讲故事俾小朋友听嘅。一个六岁嘅小朋友同我讲，佢好想要一部拖拉机，咁佢就可以带住所有食物分俾身边嘅人。跟住有个嚟自西澳嘅两母女就同我讲话，因为少数嘅有钱人挂住去搵钱，砍伐咗好多好靓嘅树木，西澳嘅树木就咁样就消失啦。佢好想大家可以保护树林。有一个十一岁嘅小朋友同我讲话，因为动物佢哋唔识讲嘢，所以我哋需要帮佢发言，希望我哋减少伤害动物。有个女仔希望世界不要再有战争，不要恐惧，不要有暴力。亦都有人说可能是关近排的悉尼和巴黎的事件，令到大家特别关注战争、恐惧和暴力的事。有一个组织叫做 Breathe in Peace， 每个月都会带一些瑜伽和静心冥想的堂，是免费的。在公园那里邀请大家一起去参与 Breathe in Peace。我會在這裡做一個禮拜的展覽，然後我就會 move on 到另一個 dance studio dance art， 我就做兩個禮拜的展覽和牛一的演出，然後我就會回來香港和大家見面，耶、yeah!